如果有一天你一觉醒来发现你周遭人都不见了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今年2月13日，一名自称2027年的时空穿越者哈维尔在 TikTok 上上传了一则短视频。在视频中里面，他阐述自己一觉醒来之后呢，就处于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布的间医院，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显示的日期为2027年，但周围的环境呢却停留在2021年。他走到街道，却惊讶地发现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平常在街上有很多人的地方竟然一个人都没有，没有任何的动物，甚至天空的飞鸟都不见了。他当下得到的结论是，他被困在了未来与2021年的重叠时空里面。视频中他也尝试着启动了智能设备，询问他现在的时间，得到的回复是，现在是2027年。而这件的事件呢，在 TikTok 最近开始广为疯传，延烧到至今五个月，涨粉了360万粉丝。当这件事情发生时，广大的网民就开始的疯狂讨论，如果你是真的话，那么你先去汽车店里面开一台汽车出来。于是他也照着做了，也开了一台奔驰车出来。又有网友在询问，不如你去警察局，那里应该会有人吧。他去了警察局，也开了警车，也是一样的画面，完全没有任何的人。当看到这边，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？我当时呢也以为呢是真的，但他确实说他只记得他的 TikTok 账号密码，这点呢不禁让所有人都感到怀疑，是不是为了在做曝光。我们都要知道，现在属于一个流量红利期，这对曝光西班牙当地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行销手段。如果要塑造画面里面没有人，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的状况。如果有懂电影的制作的老 baby 们一定都知道，已经媲美好莱坞大片的等级了， P 掉了所有人，以及要还原所有场地都净空的现象。就以这整个视频结构我们来讨论，都引发了大家讨论兴趣，甚至到好奇，让他在短短的半年的时间粉丝超过350万。不论这件事情是真是假，但他已经塑造了疯传的效应，引发了全球网民的快速讨论的话题。这就是短视频的魅力。而究竟大家在这账号里面看到什么样的端倪呢？欢迎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，一起来当名侦探柯南。2027时空旅行即将跨上一个段落了，昨天又出现了3036的未来人，到底这么多的未来人是真还是假呢？我们回归到自媒体的核心关键，所有做影片的核心的关键来自于是价值以及讨论性。如果这个话题是没有办法让用户产生共鸣的，那会有人想看吗？一个视频拍完后没办法让观众产生想观看的感觉，那岂不是自己在自嗨吗？自己看自己开心。而扩散的关键来自于是你到底对谁喊话，能不能用生活化的方式来表达，甚至像跟朋友一样的状况来做喊话才会有感觉，最后才能创造有效的扩散感。从以前的社交平台到现在的短视频，未来人开始都选择用更多流量的地方来去曝光了。各位老 baby 们，你觉得这个3036人他到底是不是未来人呢？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。Everybody make some TikTok.